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牛妈 Sabrina。 今天牛妈给大家推荐的好物是这个跳跳球 Hopper。 现在孩子们放寒假了，外面天气又比较冷，再加上疫情最近又严重了，不方便出门。如果让孩子在室内蹦蹦跳跳，消耗一下体力和精力，我觉得选这个球是最好的。对于小朋友来说，他们可以锻炼他们的腿部肌肉，而且他们又觉得好像兔子一样在跳跳跳，非常有趣。这个球我是在沃尔玛买的，然后我会把购买的链接放在视频下方的说明栏供大家参考。这个球我觉得适合2岁到5-6岁吧，也取决于孩子的身高。像我们家姐姐7岁，她有1.2米多到1.3米，那她弄这个球的时候跳起来就没有弟弟妹妹跳起来那么轻松，因为她的腿有一点长。另外这个粉色的这个叫做 Jumpy， 是我专门是买给哥哥的，其实他是12个月以上的小宝宝就可以坐着跳着玩的，因为他可以承重100公斤，所以我怕哥哥看到弟弟妹妹有球他没有，所以我就买了一个给他。然后这个其实就是小宝宝的时候可以坐在上面，因为他比较稳当，然后他可以原地的跳一跳，也是不错的选择。姐姐输了，啊！年年加油，年年跳得很好，哇，跳得好棒，浩浩也很棒，哦，年年第一名，赢了，对，好，加油。